算紧则平浩，多风忧患。这个什么叫算？算是计算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加减乘除。命运固然是有，前世的所造之业啊，感得的果报，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大善大恶，大概这个一生的命运确实是如定数在流转。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定命论，念于所谓的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个就是没有大善大恶。可是人要是发心行善，对你的定命啊，这个善它就增长啊，它增加了。如果造恶呢，你前生修的福报会减少啊，所以天天都有加减乘除。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每天都有加减乘除，这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所以命运呢还会被别人算得那么准确。个人命运如此，家庭命运也如此，家运啊，团体也不例外，乃至于国家世界。你看看世界上有很多预言家啊，讲这个世界吉凶祸福，这是说大的，它都有个定数啊。定数不是佛菩萨给你定的，也不是神明给你定的。谁给你定的呢？个人命运是自己造作的，你的家运是你一家人的造作，一家人的供应。过运呢，是一个人的供应。世运呢，是整个世界人的供应。看你造作的是什么，就知道有什么样的果报。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感恶报，这是真理。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纯善无恶，还是离不开因果这个真理。那么我们观察现在的大环境啊，生活环境，整个世界都在动乱，最怕的是众生造业，业贯满盈呢，果报就要现前啊。古人所谓是作恶的人现在还没有受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啊。那么像这些事实过去历史上所记载的，整个历史就是因缘果报的写照啊。现前这些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看现在一些人
他想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他做了些什么，那么将来这个果报是善是恶，是吉是凶，是祸是福，我都清楚了吗？都明白了吗？过去生中修福的人，这一生不晓得在修福，专门在做恶，他的福啊就逐渐在减少了。这个就是算尽了。贫是财富失掉了，耗是耗损的，耗损到最严重，家破人亡，乃至于国家灭亡了。多逢忧患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这两句话确确实实是我们自己一生生活的写照。过去生中总算修了一些福报，今生作恶，恶报还没现前，还有余福可享。过去生中修的福报不小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不作恶，如果努力修善，那我们这一生的福报决定胜过现前太多太多。这些道理如果不是真正参透了的人，你给他讲他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？他迷了，迷得太深了。这种迷惑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他现在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好像不是古人所说的。古人所说的话了，似乎是一种理想，不是事实。他所看到的事实不是这样的，他相信这些事实真相。其实他看错了，我们可以肯定他看错了。为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呢？古人的心是静态，现在人是心浮气躁，这个心是动的，就像水一样，水在平静的时候像一面镜子，照东西照得清楚啊。如果这个水上起波浪了，照东西必然是照不清楚。从这个道理诸位细细去思维啊，人心清净，看东西看得清楚啊；人心浮躁，看东西决定看错了。所以我们相信佛菩萨的教诲，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凭什么相信呢？他们的心清净，他们受染污比我们少啊。我们现在的心思是大风大浪啊，这个自己也清楚啊。我们的心被严重的污染啊，一天到晚是非人我。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，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事理怎么可能看清楚？依照自己的妄想
执着去行事，哪有不造恶业的道理？今天学佛要想有成就，要想得一点受用，决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，要承认自己的成见是错误的，要赶快回头，回头是岸，依照佛菩萨的教诲修学，从根本做起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